3、2、1，大哥来了！耶，大哥开什么东西？大哥，你看那相当帅气的车子，哇！快上前去迎接他！子涵开门，大家上前围过去来，去跟大哥山村美人拍张照片，欢迎何宗康先生！呜呼！哎，合照合照，先生合照一下，大哥大哥来，来要要要要要，来来来。送位置排好了，好，完全断掉没有关系，大哥就喜欢大家不按牌理出牌。大哥开什么东西？是康哥在我们的 Bido 跟三立新网最新的线上直播的节目完成这样的这个流程，我们就有机会让康哥请吃饭。那么当然他的这个我们的大哥女神团也会在这个吃饭的过程当中呢，跟着大家一起在这个吃饭餐厅见面，然后呢，好好的跟你们分享一下这时下这个最新的这个节目的内容。OK 了吗？这个部分可以了吗？拍照机吗？OK， 好，刚刚大哥说了，这个大哥开什么东西的节目呢？我们在这个脸书粉丝专页开了一个置顶的文章，欢迎大家上网了解我们所有的活动讯息跟完成的这个流程要做哪些的过程。哦，搭着大哥，好好好 ，OK OK， 那你就有机会哦，让妥宗康先生请您吃个饭。而且他会把大哥女神一起邀到现场跟大家交流。预备，一起收看大哥开什么东西？谢谢大家。